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金钻先生，我是伟伟，今天我为大家带来阿嬷的秘密花园。你看阿公种了些什么植物？介绍阿嬷的那个啊，花园啊。小介绍。嘿嘿。你爬不上来的，谁叫你穿我的溜冰鞋？好多花花，还有鱼，还是花花，爸爸爸爸，嘿，后面这里。没有东西。好咯，那今天这一集就要拍到这里了。那感谢大家收看，那我们下集再会，拜拜。